主料：大白菜200克，海带炖肉200克，蒜苗2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、葱姜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葱姜蒜改刀备用，大白菜改刀切大片，蒜苗切段，炒锅放油烧热，加入葱姜蒜爆香，加入大白菜翻炒，白菜炒至八成熟的时候，加入海带炖肉，加入蒜苗，加入精盐，加入鸡精翻炒两分钟出锅。 OK， 烹饪技巧，白菜帮也可以吃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